齐哥，没事吧？太子怎么过来了？当然没事了，我哥说把夜总会交给我。齐哥上位了，恭喜恭喜你啊！看着小的，我什么时候不看着你呀？喂，你好东西，今晚还玩不玩？当然玩了，把妞叫起来。好，行。停车临检，叫他们开灯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追！让开！回头追！是，好。让开！你跑不了了，亮了！你们别过来！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别乱来，冷静一点，你们别过来，冷静一点，有事慢慢说，小心点，先回来，别过来，走啊，再过来我跳下去了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事回来了再说，是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哥刚给我机会重新做人，你把我抓回去，我什么都没了 ，OK， 我完全明白，但是你想想。如果你从这里跳下去的话，这就一辈子了。如果你肯回来，就代表跟我合作，合作就能跟法官求情，到时候坐牢的时间就很短。你快回来吧 ，OK？ 不行，我不能坐牢。不行，我不能坐牢，我不能坐牢的，我不能。喂。先去救人。是。让开，让开，警察同事，让开，院长，院长。叫救护车。